心晚间的最新画面，在关注的是民进党部分。选战倒数，民进党星期六晚间在台北凯达格兰大道举行了大型的造势晚会，为双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和林佳龙拉台选情，包括总统蔡英文、副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苏贞昌都到场了。现场主持人大喊：“来了3万名支持者，人潮满满满。”旗海飘扬，主持人大喊支持者来了3万人，活动现场座无虚席。民进党双北市长候选人造势大会晚间7点在总统府前凯道登场，两人先后接力开讲。侯友宜当选，半年就绕跑，巨头半年市长，好不好？如果让这心中充满的仇恨扭曲的人他来选赢，未来城市的发展，国家的利益，也可能因为他们的私心、他们的利益而被抛弃。选前关键冲刺，新北候选人合体展现大团结气势，包含副总统赖清德、行政院长苏贞昌以及高雄市长陈其迈都特别北上站台。像这样的人，一个做台北市长，一个做新北市长，让台湾这个双箭头能够一起成功。苏贞昌三度鞠躬请托，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也亲自现身力挺。无论过程再怎么纷扰，都不要忘记，你的这一票都必须是无比的慎重，大家说好不好？蔡英文压轴登场，绿营造势晚会不只有党内大咖助阵，现场也特别邀请来乐团灭火器开场演出。歌曲把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，另外还有金曲台语歌王王俊杰以及独立乐团接力开唱。选前倒数黄金时刻，一连串活动要带给支持者难忘的选前周末夜。华视新闻林冠宇、陈建达、吴成杰台。